为推广健康快乐、科学适宜的幼儿球类运动，增强幼儿对体育运动的兴趣，促进幼儿健康全面发展，6月14号上午是幼儿园举办主题为“激情球赛，快乐成长”的第四届幼儿足球趣味赛及第五届幼儿篮球趣味赛活动。现场伴随着铿锵有力的旋律，运动员方队踏着矫健的步伐，喊着响亮的口号依次入场，各班精彩的啦啦操表演为参加球赛的运动员们呐喊助威，振奋精神，鼓舞士气。足球篮球趣味赛正式开始后，小运动员们在球场上你追我赶，带球过人，停球射门，有模有样。大家沉浸在球类运动带来的欢乐中，不仅学到了球类运动的技巧，也给孩子们传递了强健体魄、团结协作的运动精神。我希望我们今天大一班可以进好多球，获得胜利，拿到奖杯。大家好，我是这次球类周的啦啦队队员，我很荣幸为足球运动员加油打气。我希望他们在赛场上取得好成绩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一班代表篮球队的，我希望我们班能拿到奖牌和奖杯。